生完小孩奔三年，洛丽塔验证了这句话。洛丽塔上来了，另外一对就放心了啦。对，刚生完小孩可以奔三年。金瓶梅当中，武大郎跟潘金莲是什么关系？偷情啊？什么偷情？偷情？我刚是想到说，就是你收啊？对。你收在哪？我是想，就是有一个偷情。